在那里开什么？开下来呀！什么叫不敢？哎呀，笨死了！你亲师傅的就行了嘛。哈哈哈哈，不敢不敢啊！阿才，好，听我指挥，安全锁拿起来，保险买就多的，没事。来，安全锁拿起来。好，我要负责，我要负责。哎呀，我去，好。 大臂提起来一点，拿袋鼠走就行了。我们第一次的话，好，小臂伸出去，再伸，把斗放平了，收斗。好，下一点大臂啊，我们把它开下来，从上面。哎呀，我操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你，哎呀，胆子老是大呢，是不是？哈？ 拿我们的，把你头伸出来外面，左手拉着门框上，对，<笑>好，拿右手拉行走，慢一点，对，慢慢的拉，往后拉，前后都分不清，还开挖机，哎呀，回家放牛去吧，往后拉，大哥，太笨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广东你啊？哎呀呀！ 好，再走，没事，再走，怕什么？<笑>再走，走啊，再走就翻了嘛。<笑>好，大臂下，给他刚好碰到地上，翻点斗，翻平了，翻，快一点嘛，怕什么？睡着了。好，可以啊，来。 拿手拉行走一样的，不要去抓小臂，也不要抓旋转，因为你是第一次。来，走。<笑>会翻，没事啊，翻掉赔就行了嘛，翻掉你赔我。来，你就开下来了。啊，你又在这吹牛了。我。<笑>好，再来。拿手拉没事，来。再走。 好，把你闷嘟嘟的小腿翻到玻璃上，对，那里啊，蹬好了，哥，好，再走一点，拿手拉就行了，对，走，再走，还走，没事，走，走，再来，<笑>再走。 好，可以，好，我们直起大臂，本来我们是要收小臂的，第一次我们安全为主，我们直起大臂，来，其他的不要动，等你把挖机下下来，我们也下班了，慢一点，这个会滑，因为没有钢筋，汗没有焊钢筋，再走，再起，屁股翘起来掉了，好，可以，哦，好，走履带就行了，慢一点来。 走，好，可以快点了，走，哎呀，我去，你好，掌声在哪里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，马马虎虎，下个拖车半个小时，我们也刚好下班。<笑>